窗开了也没关系，又不是第一次。像你麦克风现在就在测试一样。我是习惯敲一敲。没敲全身不行。爹，跟吃吗啡一样。喂，大姐，是 OK。哎哎。所以人家放音机的计划是。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首先我们介绍这个出列席的人员，那我们首先介绍我们的出席的委员，我们的另外一位召集人，这个廖正景廖委员。那我们的郑天才郑委员。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我们与会的学者专家哈。已经到场的有黄国忠顾问，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科技经济组的哈，黄国忠顾问也是我们的前立委。陈清秀教授，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陈清秀陈教授。我们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的吴宁德吴教授。台北地方法院林孟华法官，林孟华法官他同时是这个法官疫情改革最高法院行动联盟的发言人。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的陈瑞仁检察官，他同时也是检察官改革行动联盟的这个副召集人哈。那其他的学者还没有到的，我们待会再补充介绍。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与会的政府机关代表。已经到场。司法院司法行政厅吴作成法官，刑事厅梁耀斌法官，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法官兼书记官长邱瑞祥邱法官，民事第五庭魏大亮法官，还没有到是吧？好，那刑事第五庭洪兆龙法官也还没有到。好，台湾高等法院民事第六庭蔡炯敦庭长，法务部检察司林景春副司长，廖先志检察官，最高法院检察署朱富梅检察官，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严大和检察长。那现在有些可能还会陆续到哈，因为外面下雨，可能交通阻塞。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各位发言之前有几点说明哈，我们这个请学者专家跟相关团体代表先发言，然后发言顺序呢就是依照等一下点名到的，那如果需要提前发言请先告知。好，那本院的委员呢就是按照登记先后呢来安排发言。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审判制度改革的一个公听会，那最主要呢是因为在去年我们的基层法官呢发出了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改革，所以呢组成了一个行动推动最高法院改革的行动联盟。那最高法院呢长期以来说实在的他要改革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呢，我们也看到最高法院的确是动起来了不管是分案制度的改革，或是呢开始呢举办了第一次的最高法院的言辞辩论，那以及呢最近呢所宣示的即将对于这个死刑的案件呢开始采取言辞辩论。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最高法院慢慢的我们看它动起来了，可是呢我想积弊已久的最高法院的这些的判决，尤其是这个流浪法庭十多年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就最高法院不断的发回抓到一点就不断的发回这样的情况，或是呢最近有发现最高法院好像以这个比例呢就是用刑事程序上的一个驳回，所以在这种情形呢我想人民对于最高法院的期盼是相当的殷切的。因此呢如何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些的判决能够让人民心服，也能够呢让最高法院的各个庭之间的见解能够是一致，而不会是同一个案件在同一庭但是不同的法官做出不同的判决出来，所以呢如何去统一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律的见解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都有检讨的一个必要，所以呢，对于判例制度的检讨，以及呢，是不是有必要去设立大法庭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我想都是现在正在讨论正夯，同时呢，也是亟待去解决的问题。那以及呢，最高法院法律上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延迟辩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在刑事的部分呢，开始举办延迟辩论，所以这些的部分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改革？我想就是我们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公听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当然呢，本席所提的法院组织法现在也在这个本委员会呢审查中，所以呢，今天邀请到了专家学者，那以及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政府机关的代表呢，共同与会，共同来寻找出我们最高法院的改革的一个方向。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就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第一枪的这个法官呢，运行最高法院改革行动联盟好的这个林孟煌法官呢，林孟煌法官呢，他呢先来做一个引言，那时间十五分钟，那林孟煌法官引言完之后，我们就请最高法院先能够做第一批的这个回应，然后接着呢，我们就让所有的专家学者呢开始呢能够开放发言，那每一位发言的人呢就是这个8+20分钟哈，那我们的委员如果说有到的委员的话，我们就轮流插进来哈，那也是一样，就是8+20分钟。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林孟煌法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立法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安。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做一点报告。那个我提供两份资料，一份是简报，那一份是那个我们的十大诉求。那很可惜，就是好像有点联系误差，所以还没有印出来。那等一下可能各位会拿到。那我等一下会用一个简报的方式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我想首先要在正式报告之前呢，首先要说明，就是说我今天可能不只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也同时也是以一个这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这边做一个报告。因为呢，法官呐不应该孤立于社会，要随时关心公共议题。那我们这个台湾司法的问题啊，我想大家常有一个误解，就是审判独立跟这个干预的问题。那我想作为一位法官，我们要诚恳地跟全体国人呼吁。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审判，那应该确保审判独立。可是呢，关于这些司法行政监督、司法行政事项，包括保密分案啊，或者是统一见解这种判例制度等等的，我想这个是立法委员可以介入监督的事项。那这是第一点要说明的。第二点就是，我想在座各位立法委员应该都，这个是人民选出的，应该是随时关心民意，倾听民意。所以啊，关于我们这个之前推动那个改革的一些成因啊，还有那些过程，我想大家都很了解，我们在这边就不做赘述了哈。那这个各位或许会很好奇的，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已经解严二十几年了，然后社会已经多元化，然后民主化，为什么我们的司法问题会这么多？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好奇的。我想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司法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去做转型。那这个因为呢，我们的司法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体系，讲究伦理级别。那伦理级别的顶端啊，就是所谓的最高法院。那虽然这个司法院赖浩敏院长、林警方秘书长以及这个最高法院杨院长啊上台之后努力改革，可是啊，这个改革的时程其实还是未尽满意。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来这边跟各位讨论的一些原因。因为啊，很多的制度的变革需要立法委员的修法来配合。那我的报告啊，大概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报纸的简报，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说台湾最高法院的一些奇形怪状，我想不只是台湾的人民啊感同身受，甚至是外国的媒体啊，他也觉得说很奇怪，那怎么会有这种现象。那今年呢，那个《朝日新闻》的记者啊，看到我们发动这些事情啊，还特别啊主动来拜访、来访谈我，然后后来就有这样一个报道，这是在今年四月份的一个报道。所以说台湾司法必须要不断的改革，然后呢才能跟
世界法治先进国家这个齐头并进，我想这是我们很期待的原因。那我的简报非常多，我等一下会用很快的时间把它跳过去。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大纲，大概就分这五个部分。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最高法院案件收集情形。下一页，在下一页。好，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民事案件98到100年间大概普通平均大概都5000多件，那刑事案件呢大概将近都是8000多件，也就是说刑事案件远多于民事案件。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制度，一个现象，就是说人民有纷争到法院打官司的案件竟然会比这个刑事案件还要来得少啊，好像中华民国的人民都随时在犯罪，那其实不然，这是跟诉讼制度有关。好，我们看下一页，最高法院刑事案上诉案件收集情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基本上绝大部分是驳回上诉，那这个撤销原判的比较少。那这个驳回上诉的比例当中啊，今天等一下会有律师团体可能会很在意的，就是说最高法院几乎都是用所谓的程序驳回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人民花钱请律师帮忙写状子，最后他们的案子都说啊，你这个不符合法律程式，好像这个法律律师的专业是不够的。那这个等稍后等一下可能会有律师团体来说明，我就不多讲。那我们来看那个撤销法院比例，这个可能还不是很精确，我们看下一页。这个用一个图表来看，就是在民国92年到96年间，撤销发回比例大概都是40%几，也就是说100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有40几件都撤销发回，到了97年才开始慢慢降下来，到了100年，也就是去年，已经剩下19%左右，这就是说，那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这个撤销发回比例大幅的降低，不是因为有任何法律的修订，而只是什么最高法院法官审判观念的改变而已。好，我们看下一页。那再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数据，就是最高法院审结高院跟一审以上刑事上诉案件的比率。那在其他的国家，案件会有跟审以上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那台湾呢，这个 跟一审以上的案件，被撤销发回的也大概都是20%到3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案件是不断的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那这些撤销发回之后的案子，最后高院判决之后还是会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的案件就是一直在这样恶性循环。那我们来看下一页。那再看其他的数据，就是高院在审理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那种跟二审以上的刑事案件呢，这几年大概98年有400多件，99年有也一样400多件，到了100年，就稍微降低，剩下300多件。可是这个数据还是非常惊人，甚至有那个跟13审以上的案件。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个是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分析，就是最高法院，这几年来，在审理跟10审以上，跟二以上就很难想象还有跟10审以上，一直有陆续有出现的，那所以才会有刚刚主席所讲的所谓流浪法庭30年这种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的一个诉讼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从刚刚那个数据来看的话，好像我们台湾的最高法院在这几年的撤销发回率有稍微降低了，可是我们去对照其他的国家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偏高的。以日本，平成22年，也就是前年，他们最高法院的那个，抱歉，这个数字很小，基本上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上诉驳回，撤销的只有3件，其中1件最高法院自己判决，然后呢发回移送其他高院管辖的有2件，也就是说被撤销了总共只有3件，绝大多数比例的案件都是在最高法院就终结了，这是日本的情况。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就是这个数据也显示是一样的，就是说日本真的是平成22年就只有3件被所谓的撤销，它其中1件是自为判决，另外2件是发回。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那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比例这么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其实可能很多是需要再有待厘清的。那有一位学者他就建议说，应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了解去研究。那我作为最高法院作为司法院的人审委员，曾经在人审会提一个建议，就针对那个跟3审以上的案件，组成一个委员会来
审查说到底原因是在哪里，是在警察、检察官还是法官这个怠惰或者是办案疏失所致。那如果是因为最高法院过度挑剔，我们的建议就是应该立法禁止无意的发回或者是限制发回的次数。那如果是因为这个事实审裁判品质不佳呢，那我们就建议啊，应该是用增设最高，在最高法院增设法官助理的方式，助理法官的方式，而不是啊派了大批的人到最高法院去办事。好，以上是关于收集情形。接着我们看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刑事上诉案件审理情形还有审判制度的检讨改革方向。这个是我们司法下一页，这是我们司法院目前的一个原额的大概的情形。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98、99、100年这三年最高法院的原额大概都是80几位。那80几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继续看下一页。我们看一下我国的刑庭法官，这是去年的啦，100年12月31号刑庭法官有58位，民庭法官有27位。也就是说啊，刑庭法官的人数是民庭的两倍以上。那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来算，就是说按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审判案件原则是五人一个合议庭，那我们说5-5=25，5-6=30，那以民庭27人来看的话，顶多就是5庭嘛。结果呢，我们却有7个庭，也就是说我们最高法院的那个法庭编制是没有足额配置，是所谓的未足额不足额配置啊。那这个会造成人力的浪费，等一下后面会继续说明。那光看这个数据，各位其实印象还是不是那么深刻，我们来对照一下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配置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配置表是刑庭只有38位，民庭有93位，跟我们是怎样完全颠倒。人家的刑事案件是比较刑庭法官比较少，我们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再用同样的数字来看，他们的刑庭法官有38位，那我们说5-5=30，5-8=40，他们应该有可以派到7庭嘛，结果呢他们只有5庭。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少派庭长，他们是一个庭可能有6-7个。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当然就会多办案件，那这个叫做超额配置。等一下可能有些人这样也可以就这个方面来说明。好，我们看下一个那个法国的最高法院法官原额配置表。同样的情形，他们是刑事案件刑庭法官远远少于民庭法官，民庭有158，刑庭只有43人。那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法国最高法院啊，有很多的所谓的助理法官这种东西。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讲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了。我国的人口只有2300万，相较于 不到法德国的三分之一，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点，可是我们的刑庭法官人数是什么？是最多的，而且呢，我们那个是明显失衡的。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说啊，以每10万人口的刑庭法官人数来对照的话，我们是德国的5.48倍，然后呢，法国的3.82倍，也就是我们最高法院的员额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要用那个日本、韩国那个14-15位来做比较，我们也不要以德国这个比较高标来做比较，我们才比较低标的，按照法国的3.82倍去算的话，我们最高法院的刑庭法官只要15人，也就是说可以砍掉43位的刑庭法官。那40几位的刑庭法官，以每个人年薪250万来计算的话，可以为国库节省1亿元以上的费用。这个就是我们最高法院的员额太多的原因的一个实际的情形。那最高法院原额要把它降低，当然必须有一些配套措施啊。那我们以下接着说明。我国审判制度的原因啊，我想刚刚已经提到了，刑庭法官人数太多了，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刑庭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啊，这个缺乏多元禁用一个管道，还有一直有撤销发回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深层的因素就是我们诉讼制度必须改革。那也就是说我们是采取圆筒型而非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那我们看下一页这个图表。下一页这个图表，左手边那个是圆筒型的。那基本上就是一审的案子筛漏功能不高，基本上都几乎都到二审，然后呢二审又采复审制，又一大堆案子到最高法院去。那这个是现行的诉讼制度。
那我们的理想认为应该改的是采右手边这种所谓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第一审要采坚实的事实审，第二审采事后审，第三审要采严格的法律审，哦，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哦，那我们看下一页，哦，那所以关于最高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方向呢，基本上我的建议就是这个就如这几点，哦，那其中有特别提到专业法庭还有大法庭的设置啊。那我们呢等一下那个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统一法律鉴定机制的检讨还有改革方向就可以说了解了。今年六月份检察官发动联署静坐活动，那原因是为了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认为关于法官这个角色要怎么 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是应该由立法委员来做决定，而不是最高法院啊自己透过决议的方式来改变立法的意志，认为这个违反权力分立。那我们看下一页，哦，权力分立的本质啊就是关于司法权，基本上就是只能针对案件还有争议做审判，而且必须遵守不告不理。那我们现行的决议制度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下一页，哦，我们的决议制度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首先啊我们都知道法律需要解释，那主要解释人是法官，那法官同时又必须依法审判，那这意味着不同的法官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嘛，哦，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那我们来看各国怎么做呢？我们看下一页，哦，在日本或者是德国，他们都是采取一个所谓的大法庭的一个设计，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之一，哦，那我们看下一页，就是我国最高法院的决议制度啊，基本上不是立法委员要求制定、要求设立的，是司法院定了一个所谓的最高法院初步规程所定的。那这个呢，基本上是违反权力分立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哦，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判例决议制度啊，哦，那这个判例制度哈，哦，这个是也是我国所独有的哦，是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类似的制度。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哦，就是我们的判例选编还有决议制度呢，基本上是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这个是必须跟各位说明的。那详细内容等一下请各位看简报，哦，那我们对最高法院统一法律鉴定机制的变革啊，下一页我们认为啊必须朝三个方向来努力。第一个，最高法院应该设置专业法庭审理案件，那这样这个判决歧义的现象就会减少。那如果还是真的有歧义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设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来统一法律鉴定。第三点，我们认为应该要废除判例选编制度，那同时改变了法官们啊适用判决先例的适用文化。好，下一个哈，关于延迟辩论的改革方向啊，我就不多讲了哈，我们看下一页。好，再看下一页哈。最后总结就是我的建议，大概分立修法还有决议的部分。第一个，建议应该修订法官法，明定大法庭的法官还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呢，应该经过法官遴选委员会的选任，而且啊，要采多元代表，也就是有法官、律师、学者的设计。第二个，我们认为啊，就刚刚讲了，应该修订法院组织法，增设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同时呢，废除判例选编制度。第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改采所谓的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第四个，要修订什么？刑事诉讼法。要针对延迟辩论审理规则加以明定。下一页，接着就是中长期而言啊，可能要参照44530号解释去做一些修法，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最高立法院应该做成下列的附带决议，要求司法院监督最高法院完成下列事项。第一个，最高法院应该采取超额配置，不以减少人力的浪费。第二个，这个延迟辩论除了大法庭案件还有死刑案件之外啊，原则上就其他有原则上重要性的法律议题啊，也应该举行延迟辩论。那到底要不要延迟辩论的最高法院应该要订定明确的裁量标准。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检讨现行司法实务对再审制度的一个限制规定，因为我们如果改采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之后啊，难免会有一些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会大幅减少，那难免会有冤案或者是错案的情况。那万一发生冤案错案要怎么办？当然是必须透过什么我们现行的制度叫做再审制度。那可是我们目前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呢，把再审弄限制的非常的狭窄，能够提起再审的案件是少之又少。所以终局的方向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再审制度必须把那个不合理的限制加以放宽。那以上是我的一点报告，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林孟芳林法官哈。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刚刚与会的哈，一位是余玉雄教授，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然后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林丽莹主任检察官，还有我们的谢国良谢委员。那我们最高法院邱瑞祥法官到了，好，好，那个洪兆龙法官到，好，洪兆龙法官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最高法院邱瑞祥法官先做回应哈。因为最高法院这次有来五位哈，所以我们让最高法院，我们是一位五分钟，可以吗？你们有三位，对，你们有三位，那一位五分钟，好 ，OK， 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先进，我是最高法院法官兼书记官长邱瑞祥。那就刚才主席所裁示的，那我先就五分钟的部分来就林法官的部分所提到的，我就目前最高法院的做法的情形跟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先进做一个报告。那今天我们有提出一个就是有关最高法院审判制度公听会的一个书面资料，在相关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有陆续的就刚才林法官所提到的一些事项在里面做一些记载。那我简要的就做补充的说明，就是说有关撤销发回的这个情形的部分，在案件的不管在刑事案件或是民事案件，那因为其实两造当事人他们特别是民事案件，两造当事人都会希望案件尽速确定，那能够进入执行。那刑事案件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以被害人来讲或是以社会的期待，都会希望说案件上面法院能够尽速判决确定，因为判决具有教化社会的功能其实也能够慰抚人心。所以就有关发回更审这边的部分来讲的话，那在相关我们所提出来的资料里面，在以往可能我们撤销发回的比例又比较高，但是这个事件上面来讲的话，当然外界还有包括到下级审法官这些的意见，那我们也都听进来之后，所以陆续的其实从1996年开始，最高法院的法官的部分来讲的话，原则上如果说这个刑事判决的部分，那有关有关二审的认定适用法律的适用上面来讲的话，那不是很妥当，但是这个部分来讲，如果透过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它补充了之后，这些判决的部分就不用撤销发回，那就可以让这个部分判决确定。这个部分的数据，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最高法院的法官把这个判决补充理由之后，他所做的仍然是驳回上诉，所以这个数据上面在驳回上诉这边会看不出来。目前就我们在10月初还有11月中旬这边我们就这段时间所做的调查，最高法院的法官初步上面来讲的话，会为二审法官这边补充理由的大概有将近两成，就是我们会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说有一些事情我们会把相关的要件相关的把它补充下去之后，我们做上诉驳回。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在这里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在这边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原则上尽速的让案件能够判决确定，那不要再发回到二审，增加到二审法官以及三审法官这边的工作量的负荷。那第二个要补充的就是说，那有关最高法院的原额部分来讲的话，那最高法院在我们今年的部分民事庭，我们现在已经从7个庭裁成为6个庭了，也就是我们在今年6月左右的时候，民事庭已经从7个庭裁成6个庭。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有关原额的配置的部分来讲的话，在9月6号这一次相关的原额的部分，那我们每个庭的部分原则上都是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就是一个庭长配置4个法官，然后形成了一个庭是5个法官的部分进行合一的审理。好，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在庭别的部分已经有减少，那院长在这边减少之后，其实是把其他的法官填补到其他各庭去，让各庭的法院的组织，让各庭的法官的部分都能够符合到一个庭长4个法官的情形。那第三个就是有关原额过多的这个问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在这边刚才我想林法官有提到，他这里我们以100年来讲的话，我们大概13000多件的案子，8000多件的刑事案件，5000多件的民事案件，就我们在看到所统计的资料里面，原则上民庭的法官一个月要终结22件，刑庭的法官要终结17件以上。那这个22件里面来讲，会包括到判决，那我们也会包括到裁定。
原则上来讲的话，判决的部分会绝大多数，那裁定的部分，那因为它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有相关的去做处理，所以在裁定的部分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那我们现在其实各位会看，现在大概其实上班的时数不多，所以其实以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年岁上面的复核上面，每个月要终结这些案件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把案件做适当的处理。那第四个就是有关统一法律见解这边的部分，其实在目前的做法跟各位报告，目前杨院长在就任之后，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有关法官助理这部分协助法官，你今天如果说新收到一个案件，发现到这个见解，这个案件的判决的见解很可能会跟以前的见解不一样的时候，你法官助理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把相关的判决列印给法官之后，让法官来做参考。如果法官现在要采的判决跟以前的判决是不一样的时候，就提出到民事庭会议内部的会议，大家来讨论，形成一个共识，这样子这个判决就比较不会说第二个判决去抵触到第一个判前面那个判决的见解。那我们也请法官助理，就是我们也设计了表格，对于那种历次发回更审的法官助理，在这里要整理说这些表格的内容，然后让法官去参考，不会让他说你又发回回去之后，然后可能是先前发回过的或是其他的。我想在统一法律见解这边，我们目前是有这些的做法。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邱法官哈。好，那我们下一位，我们就请魏大亮法官，一样五分钟。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关于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主题我想刚林孟煌法官对最高法院确实是有相当多的指教，尤其是改革行动联盟对最高法院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契机，是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压力。但是我想必须为最高法院讲几句话。最高法院是在最近几年在内部的检讨声音其实是相当大，包括保密分案保密分案也许大家会觉得说今年怎么保密分案是在总统的一个发言之后最高法院才做了一些改革，其实不是的。最高法院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已经经过了一些讨论在那个时候我也提出来了，就是说保密分案它是五十几年来的一种传统，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之下是有它的需求，但是在晚近这种诉讼权的保障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种诉讼基本权。所以在去年我也在公开的场合在最高法院也提出来这个保密分案它确实是侵害了人民他的一个诉讼基本权。那我们的检讨声音是相当大的。那在包括延迟辩论这个议题来讲，延迟辩论在杨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内部也有提出来了延迟辩论如何去实施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的刑事还有民事诉讼的制度底下，我们的证据章节它是只适用在事实认定这一部分。我记得包括跟林玉雄教授也讨论过了，在法律审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意见的一种鉴定，但是目前我们的程序法上欠缺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今天也顺便要呼吁一下关于延迟辩论似乎应该不能够再沿用原有的程序法的制度要给最高法院或者是给司法院一个延迟辩论，也就是说法律审的延迟辩论规则要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制定规则制定权。这个我想在第二点在这里要做回应的。再来其他的改革措施在晚近包括杨前院长他其实是有提出了相当多的构想，例如说判例他侵害立法权，决议侵害立法权，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甚至在我所写的论文期刊报告里边我也一直建议说要把判例制度还有决议制度要改用大法庭的制度去加以实现。杨前院长他上任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判决全文，也就是说
判例要旨要必须有案例事实作为基础，这个在杨前院长就已经编了一整套的。那我想最高法院它其实它是伴有一种法律安定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功能，所以在我们的改变上也许各位看不到，我们是鸭子划水，我们不想造成下级审法官他在适用法律上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想因为主席也给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大法庭的制度方面我个人是坚决建议还是采用这个一阶段的这个审判方式。德国两阶段的审判方式我想林立雄教授他可能会主张两阶段。德国两阶段的法律方式，它其实第二阶段大法庭，第一阶段大法庭所做的法律上的这种决定它其实跟目前最高法院的决议制度实质内容是没有多大的不同。那也就是说，大法庭所做的法律见解，它如果没有事实作为基础的话，到时候还是会引来所谓的去侵害立法权的这样的一个争议。那日本的日本包括美国包括韩国以及晚近的一些国家，他们事实上所采用的就是事实跟法律上的一个结合的这种审判方式。但到第三审来，这个事实的认定几乎是要受事实审认定专权的拘束那法律的见解假设脱离了事实，那每个案例是不大一样的。德国的两阶段的审判从实务上的操作，我也见过这个 BGA 的这个庭长，他们觉得说，他们私底下是去请教其他不同见解的法庭之后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私底下都这样解决。那德国的那一套的制度的一个操作，它其实会造成两次在最高法院会有两次的延迟辩论。包括法律审的延迟辩论，还有到最后阶段把法律的见解再去回套到事实审的事实的认定，这会造成两次的延迟辩论，会让这个案件的审理时程要超过至少一年以上。雷格亚的庭长他也自己认为说，在德国的两阶段审判第二这个大法庭他的审判的那个时程至少要六个月以上。那另外也有一个留德的一个博士生他回来写一篇论文，我看了一下他是一个案件要必须要一年半以上的期间他才能够把案件打结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用德国的两阶段的话，最高法院目前的决议他也是这种方式那这种改革我是觉得说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什么？最高法院目前决议制度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说我们要采两阶段的话，那不如现在的决议制度可能还更能代表多数法官的意见。好，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洪兆龙法官。一样五分钟哈，请把握。按一下麦克风哈。我想我们今天的公听会一开始我们孟煌法官就给我们最高法院很多的指教，那当然长期我也都很注意我们基层的这些学弟对我们最高法院的期许。那我想现阶段这个五分钟，我就针对我们孟煌法官他的报告有几点我们以最高法院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对谈那第一点，大概我想我自己先前在事实审相当的久了那孟煌法官其实
很多的论点，从事实审法官的角度，在鞭策最高法院，很多的想法，当然我都想过，啊，而且也相当的一部分啊是很认同的。像这个最高法院发回次数太多这个问题，这是长期的问题哈。那但是至少这一两年来，在外界的监督跟这个要求底下啊，我想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心态在改变啊。至少我到最高法院来啊，对我们最高法院全体法官来讲，应该还算是菜鸟啊。但是我已经很详细的在观察。那在行政的措施上，我们今天每一次接到的案子，如果是更二以上的案子，上面一定是贴了一张非常显目的这个红条子。那我们庭长每一个合议庭应该也是这样要求法官，你更二以后如果要再发回，我想庭长本身有一点共识了，你不可能再让你只摘一点两点就回去了啊，一次要求我们一次把只摘完毕。但是各位可能不了解，最高法院他所处理对原审的判决所上诉上来的案子啊，因为他是针对原审判决内容去审查的，那所以各位可能不了解，有时候这一次更一的时候发回的时候，哎，高等法院的判决他又改弦更张，另外一个角度判了、啊。那等上一次对被告，下一次对被告不利的时候，律师在帮辩护人在帮被告上诉上来的时候，他所指摘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一定会有这种状况。那当然这个孟煌法官他提出这一种对更三以后的，这是一个研究，是对的。那这个做法将来如果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出来，提供给我们最高法院的庭长法官，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至少在态度上，在论理上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再去抗拒这个理由，但是我们都赶快期待说把它研究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发回。但是事实上的一个反应，目前呢更三更二以后发回更审的案子，我相信这一两年已经大量的减少了啊。那至于程序判决这一部分，说实在话，我到最高法院来的时候，各位大律师所关心的，但是我自己心中也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庭长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告诉我们，我们驳回的案子原则上好像大部分都是程序判决，但是我每天在每一个个案在写判决的时候，我还是尤其是前一两三年的时候，还是逐点就大律师帮被告上诉的每一个指摘要点都要整理耶。那当然在所有拉拉杂杂的上诉理由状里面，我们当然一定要有那个功力把跟事实有关系跟法律有关系的把它剔除掉，把那个真正有法律符合刑事诉讼法里面所规定上诉要件的这个部分，很精简的把它扼要挑出来。那我们在程序判决发回驳回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每一个上诉一直牵涉到法律的指摘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回应的。甚至有时候最高法院的驳回的判决里面，还是针对某些原则重要性的法律见解，我们也会利用那个驳回的判决里面事实的表达出来。所以原则重要性的重要，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是那个帽子，或者是值得参考的一些判决意志，那个不是在撤发回的时候才表示，上诉驳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事实上到底程序判决跟实体判决，老实讲我心中也有一个疑惑，但是以实际法官他处理的个案的一个审查的时间，我想应该是相差不多的。那至于刚刚孟法官所提到的啊，这个审理规则的这一部分，我想最高法院目前对外界的这样的一个鞭策，我们是有正面的回应，包括民事庭，刚刚主席有提到民事庭好像没有回应，事实上是有，我们明年民事庭大概已经有开始准备，也要有 定期 要做了、哦、那这个有关审理规则既然要变的话，这个部分当然一定要我们赶快要做这个必要的工作的。好，这个时间到了，谢谢。好，我们谢谢洪法官的回应哈。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现在与会的专家学者顾立雄顾律师啊，万国法律事务所律师哈，也是民间司改会的前董事长。那杨云化教授是政治大学法律系的教授，也是司法人权促进会的理事长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林玉雄教授发言。
就是八加二哈，八分就好，八分钟，那延长两分钟。好，谢谢。那因为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很多呢，尤其是有关于大法庭的问题呢，比较复杂一点。那所以我就使用附件的方法，那提供书面的说明就好。那因为今天是针对几个我们平常比较少注意到的最高法院的重要的问题，那所以我就针对这些部分来直接来谈哈。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程序驳回的部分哈，程序驳回在最高法院哦，依照我们现在最高法院这个统计的这个数字哈，驳回上诉的这个比例节节攀升，从91年的52%哈，一直攀升到现在101年的统计数字的83%，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数据不只是表示说他被驳回上诉的比例，同时也是表示他跟上诉无理由驳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期呢，这个上诉无理由驳回的部分只有38件，那但是呢，不合法上诉驳回是4690件，两个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我们把其他正常最高法院的比较法上的数字拿起来看的话，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合法上诉驳回的比例不可能超过10%。如果说你要驳回的话，既然像最高法院法官所说的这样子，是详加说明理由，我们把那个叫做无理由驳回。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最高法院几乎是20年来就是一错再错的这种现象。我们把明明是无理由驳回的裁判，用程序法上的所谓程序上的不合法裁判把它驳回，那这个就非常有趣了。那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只谈两个很简单的，就是你从诉讼权的观点跟你从最高法院一个法官的观点来看这个。你从诉讼权的观点的话，它会连结到什么现象？第一个，我们知道判决确定之后只有再审跟非常上诉的救济，而再审不可能救济最高法院的判决，非常上诉是唯一可能救济最高法院判决的非常救济途径。但是依照我们向来的实务见解，程序判决就是不合法驳回上诉的判决，是不能提出非常上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83%里面，如果他有70%本来是应该无理由驳回，这70%最后是有可能经由非常上诉救济。可是我们经由技术上把它归纳为不合法上诉驳回的时候，这83%变成通通不能救济，即便他有判决违背法令的明显的现象，也不能救济最高法院的判决本身。所以这个才能够解释说，你明明就是写哈，今天其实我准备了很多资料，写了50页，写了40页，每一个理由都驳回，那不都写，那为什么要用不合法而不是用无理由呢？这牵涉到最高法院判决本身能不能被救济的问题。那我要提出来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能够自行改变刑事诉讼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合法跟无理由的界限，然后规避自己被确定判决被非常上诉监督的可能性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跟诉讼权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不只是救济的问题，本来就有关系。大家知道我们376条不合法上诉跟合法上诉的时候，如果有所谓的牵连犯或者是其他各种一罪关系的时候，所谓的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要一并上诉到第三审去，前提是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也是合法。那既然全部都是用不合法驳回，就不会有连带上去上诉第三审的问题。譬如说101年台上市第4388号，或者是这边101年台上市第4388号所谈的这个，明明就是一个无理由的部分，但是他用不合法驳回，连带的使他整个两个案件的部分全部都不能上诉到第三审。所以你看他效果很简单嘛，第一个你不能非常救济，第二个你限制到上诉第三审。那但是这个是从哪边来的？是从最高法院改变了我们刑事诉讼本来明文的规则来的。我认为这个现象不应该存在，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去决定他要不要被监督嘛。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第二个，有关撤销发回的问题，我知道现在主流的说法当然都是说，那撤销发回我们比例在降低。其实撤销发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例的问题，第二个是内容撤销发回实质理由的问题。撤销发回的比例变低，如同这个林孟华法官已经所说了，还是非常的惊人啊。如果你要是问这个欧洲的法国最高法院法官，德国最高法院法官说，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跟四审以上的案件有多少？没有人听得懂这个问题啊，到时候哪有什么跟四审对不对？
哦，他连跟二审都不可想象的。那我跟他说啊，这不得了，我们这跟十三的，我就可以念出几个给你听哦。那我想这个是比例上，其实除了比例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哦，撤销发回的实质理由哦。什么叫撤销发回的实质理由？那我们再念一下，101年哈，台上字第4138号，这是高雄某位哈这个检察官哈这个涉及的贪渎案件。这明明就是一个法律问题，构不构成图利？那他这样放行这个违法放行这个货柜，哦，是不是啊？该当所谓的图利罪那个哈，哦，那个违背法令的部分，这纯粹法律问题哦，纯粹法律问题。而且这个案件不是第一次撤销发回，最后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又是什么？撤销发回。那明明是法律问题，有什么好撤销发回呢？第二个，101年台上第字第4226号。花莲水利会的工程采购，事实审确定啊都没有问题。最高法院只是问说，那这个是不是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最高法院？我们是不是就是希望最高法院跟我们讲说，哎，我们下级审认为这样是，那你认为不是？你说为什么不是？因为这纯粹法律问题嘛。结果不是，这个案件又撤销发回。其实这个比比皆是了，我只是用两个最近的裁判来做例子，所以。撤销发回的问题很简单，第一个是 不只是比例问题，即便只有比例问题它也太高，第二个是最高法院撤销发回的实质理由的部分还是属于一大堆不必要的撤销发回，嗯，那最后呢，其实啊，我简单讲一下就缺额配置跟超额配置的关系。我为什么认为说这个 最高法院应该超额配置而不是缺额配置？我们知道在一个明明就是五人合议只有三个人组成的情况底下，庭长又不办案，实际上办案能力就是两个，那另外两个要怎么来？当然就是由别的庭来嘛。那关于别的庭怎么来，我想这个监督者跟最高法院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是吼随意拉夫说吼，还有这个代理次序固定说吼。那我不想是涉入这个争执，我只是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假使我们要让每一个庭的配置是本身是稳定的，庭的见解是稳定的，不要有这种发生这个任意这种变更见解这种情况，那当然最高法院一定是超额配置。那刚才这个孟煌所提的，为什么德国明明就是一个庭五个人，但是他有八个法官呢？因为这八个法官不管谁发生休假、临时或什么任何一种情况，他都是由这个庭本身固定代理次序的五人来做。那事实上审判长就庭长也是只有一个，那这样会造成他本身那一个庭本身的稳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看一下，其实大部分法治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分成多庭的情况，它是超额配置。我们台湾是我唯一一个看到是用缺额配置的方法哦，这个哦，所以才会有林法官所称的那算术有点这个奇怪哈，哦，我们不太懂的问题哈，哦。最后一个哈，哦，我想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发言，我并不是认为说最高法院并没有做这些改革或最高法院的改，我想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们知道最高法院可能也在检讨它的统一机制的问题，最高法院可能也在这个检讨它的庭数的问题，好，那最高法院也自己想要改变一些决议本身的更高的正当性的问题，那甚至最高法院也要做一些延迟辩论的问题。我说的很简单了，假使今天这些问题都能够经由最高法院自己内部就达成，我今天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公听会嘛。今天有这个公听会原因就很简单嘛，就是期待跟实际上做的差距太大，然后内部自己关起门来做的跟广招各种不同的意见的这个认知差距也太大。那所以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哦，我们这个决议自己改一改啦，延迟辩论自己规则自己改一改，延迟辩论规则你要怎么个改法，你要找谁来这个一起改，这个是一个程序的问题。那我今天认为说其实比较像这个保密分案，那如果说真的到时候有诚意，这个已经讲了几十年还是一样一直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是在这种所谓的外力介入的情况底下来改变，我们也觉得很无奈。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说，其实这个最提供的最主要是法律见解的建议啦，像这个有关于不合法跟无理由的部分，这个我不知道是讲了多少年，但是我们最高法院的比例不但没有把不合法的比例降低，反而是一直升高，升高到现在我只能说是到惊人的地步哦。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各位这个来一起来关心的，谢谢。我们谢谢林教授哈。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与会的贵宾啊，这个
钱建荣，桃园地方法院钱建荣法官，也是推动改革联盟的成员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陈瑞仁检察官哈，他是那个检改会的副召集人。一样是8+2哈，谢谢。主席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哈。我想司法的改革哈，当然检方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哈。案件这样子一直被发回，当然检察官跟警察没有把案子查好，其实也是一半的原因啦。那今天的改革是在院方哈，所以我们只是以检察官的角度来向各位先进报告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啊。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检察官时常看到最高法院哦，他不愿意对真正的法律争议哦来表示意见，而故意去挑一些事实，来避开一个机会。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好好表示法律意见，但是他避开哦。他有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一再的发挥，我们会一直搞不清楚他的原因了哈。像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幽灵人口的案件哈，他到底是幽灵人口报了168人，还是165人，还是166人？总共发回的更五哈，发回了5次啊。哦，像这种的，这个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第二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杀人案哈，可能最高法院不愿意判维持死刑就对了哈。但是他不愿意去针对死刑到底要不要哦维持这个问题，而他就故意去挑一些毛病哦。他挑的毛病有时候你会让你看起来真的是很莫名其妙。我很简单的举一下，他是讲说，被告哦杀人之后哦对尸体加以掩埋啊，并没有把他丢弃哦，原审竟然是认为手段残忍啊，有疑义啊。他意思就是说，杀死人然后又把他办后事了、啊，他怎么是？你怎么可以把他判他死刑呢？好、哦，像这种理由，然后再来就是说，被告掐住被害人的颈部哈、达3到5分钟了，原审就认为他手段残忍，意有疑义啊。好、哦，掐一个人掐3到5秒钟都已经很残忍了，掐3到5分钟，最高法院还认为说他是不是手段残忍？你为什么要判他死刑？哦，像类似这种的，就是说，其实他应该很诚恳的、很坦然去面对死刑问题嘛，不要去挑这些小毛病，然后把案子一再的发回。像这个案子也发回了好几次哈、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检察官也时常期待，就是说最高法院赶快给我们有关于侦查作为的哈、哦，给我们做一个指示，比如说在路上把一个。信号发射器装在被告的汽车，哈，然后以立于跟监，哦，是路上的行踪的跟监，到底需不需要事先法官发给搜索票？这个问题，哈，类似这种案件到达最高法院已经很多次了，但是最高法院就是不愿意表示见解，他就一直避开，然后去挑别的毛病，把案子发回。哦，这个是我们检察官一直也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事实上赶快给我们一个侦查作为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因为最高法院的话就是法律嘛，我们愿意遵守，但是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标准啊。那包括就是说传闻法则里面关于共犯证人他的所讲的话的一些证据能力也是都完全就是不愿意真正表示，甚至有时候表示的话就是说好不容易我们等到他这个表示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一下子讲结论了，你就看不出来他的论理的过程是什么，所以到下一个案子的时候他又变掉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个庭的见解不一致啊，哇，这个我们也很头大，就是说比如说监听译文就好了，监听我们监听的结果翻译的那个译文他到底是不是传闻，每一个庭都讲的都不一样就对了，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哦，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从一个检察官的角度来看哦，我们对于最高法院
期许非常的高，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疑惑，确实是有这种情形的、啊，哦，那所以呢，我们至于说要如何改革哈、哦，基本上哈、哦，我们是认为就是说，第一点哈、哦，最高法院哈、哦、应该尽量的自为判决，哦，就是说我们是希望最高法院勇于自为判决。而且这个论理的过程写的详细一点，就是法律上的论述哈，要详细一点哈。第二个就是说，最高法院应该尽量要举行延迟辩论的，因为延迟辩论才能够真正把问题点哈凸显出来，然后双方的意见哈都能够在法庭里面充分辩论，减少突击性的裁判发生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接到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法官里面最高法院的法官里面有这一个问题啊，我们双方都不知道，检察官也不知道，律师也不知道，时常有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有延迟辩论的话，应该就可以避免掉哈。那当然，这一个改革也牵涉到我们检察官的改革，就是说我们最高法院检察署就应该要有一个公诉组成立了。哦，才能够去进行延迟辩论嘛。哦，所以这一点当然也是这个义不容辞的改革。哦，检方也要改革。好，那另外就是说，至于说大法庭的采取哈，我们当然站在检察官的立场，我们是赞成啦。哈，因为大法庭能够逼最高法院对于法律问题提出他的见解嘛。哦，那至于说到底要采一阶段两阶段，哦，林立雄教授提出的两阶段，他用意就是要逼最高法院你不要再用过去那一套手法，因为最高法院过去的一套手法就是说我故意没有看到这个法律问题，我去挑事实问题，然后就把案子解决掉嘛，就把它用撤销发回。那你二阶段的目的就是要逼说好，那我现在就针对法律问题请你表示意见就对了，而且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个法院依职权，要付给检辩双方都有申请权的，也就是说检察官也可以申请召开大法庭，那律师这边也可以，这样检察官就不用去静坐了嘛，对不对？大家按照程序来嘛。哦，我想林教授的用意是在这里。那当然最高院也是有法官也是认为就是说采一阶段哈，就是说不要去分法律问题，然后举行两次的辩论，也可以达到最高法院，逼最高法院对法律表示意见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谁能够保证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设计出一个条文来，就是说让最高法院真的能够表示意见，当然我们检方也不会去坚持说一定一阶段、二阶段。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我们真的已经受够了，每一次哦。最高法院都不愿意对真正的法律问题表示意见，每一次都是用事实把人家撤销完，我们受不了，只是在这里而已啦。至于要如何改，并没有说一定坚持要这样子。那最后我想那个我在美国的判决上他有讲到，就是说法律的审判我们只能期待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并不能期待一个完美的审判。他的英文是说 ，A party is entitled only to a fair trial, not a perfect one。哦，所以我们在设计上级审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没有一个判决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啦。如果那一个小问题哦是无害错误的话，哦，法律审应该尊重事实审啦。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哦。那以上请大家参考啊，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陈瑞然陈检察官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这个黄国忠黄顾问哈。主席、郑委员、各位先进、各位贵宾，关于这种提高那个驳回率了啊，那等于是在容忍警调的取证的粗率，等于是在容忍
下级法院的裁判水准不足，等于是在继续容忍人民对司法的不满哦。所以说，我十几年来听到全国律师工会哦在抱怨这个驳回，尤其是程序驳回率过高哦。等一下我会陈述说对于诉讼法方面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大法庭的部分，刚刚先进也讲过，就是说美国的联邦宪法规定是说要有案件跟争执，那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是可以用做抽象的规范审查，那日本的大法庭跟我国比较有点相像啊，但是他们的最高裁判所的组成三分之一是职业的法官，三分之一学者上去，那三分之一是检察官、律师跟高级的文官哦。所以说，这一类的法院组成的方式，跟完全由职业法官升上去的的个性哦品质是不太一样的。那关于延迟辩论的问题，我们。立法院委员会一天只有六个小时，一个礼拜三天，那一年有30个礼拜。那最高法院的意思一样，就一天有8小时，一个礼拜有5天，一庭有5个人，那一年有50个礼拜。哦，一庭一年一共有10000个小时。那要不要说开延迟辩论，一个小时5位法官都要在那边听，等于是占用了一个五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计算说最高法院一年可以处理多少个案子哦。以前林永谋大法官在当庭长的时候说哦，我们每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个月办22件，那德国的最高法院法官一个月办9件啊。德国法官来台湾哦，都不敢告诉他们说哦，我们一个月办22件。那今天漏邀请了最高行政法院，那我也要把这个行政的部分也要稍微说明一下。当初高等行政法院成立的时候，我们翁岳生老师、翁岳生院长说哦，新成立我们要建立人民对行政法院的信心，要派最好的法官哦去高等行政法院。结果最好的法官就是众民法跟刑法的读最深的法院嘛的法官嘛哦，刑庭的法官最好的法官就是四科，四就吞噬的四，科就嗑瓜子的科，先王以明华赐法来彰显刑华，来整治法令。那民庭的法官就你们原告被告怎么说嘛，天与水为刑，太阳从东到西，黄河从西到东，你们两边怎么说啊，我就怎么判。啊，其实行政诉讼要撤销诉讼要依职权啊，调查事实啊，依照法律啊来表示见解哦。所以不是说哦，人家行政机关30-50年不会错，我们法官还是要依法律表示其合法适当的见解。那刑事诉讼的部分，我会建议说上诉的时间改为20天，这样上诉理由可以写得比较完整，电子档也会比较充分，而且第三审要有律师做或公社辩护人做他的为他辩护。为什么？因为第三审最需要法律上的防御武器，结果你最高法院禁止被告在第三审有公社辩护人哦，这样对人民的诉讼权基本的人权保障是有问题的哦。当然尾牙的时候法官兼院长不请公社辩护人吃饭，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公社辩护人有些水准也很好，德国的博士心中自然有他科隆大教堂里面法治国家的信仰。那我也会建议说哦，刑法的轻罪案件不能上诉第三审的，反而没有那种判例哦，我觉得非常可惜。是不是在适当的地方可以规定这种上诉许可制度？那民事诉讼的部分，我十几年来听到全国律师工会很多先进有很多的抱怨，只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说40年前的民事诉讼法
跟十年前的民事诉讼法是不一样的哦。十年来的新的民事诉讼法哦，以当然违背法令以外的当作上诉理由的时候，要申请最高法院的许可。那我们律师界很多哦先进，他连整个状子里面连许可这两个字都找不到哦。严格来说啊，上诉不合法。哦，所以我很想说，我们律师界也要更加的努力，哦，才能够符合新时代审判制度、诉讼制度的要求。那另外我有几点意见，就是说，调下级的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到上级法院去办事，有侵害审级制度的疑虑，也有剥夺基本人权，被告基本人权的这种疑虑。因为下级法院的法官到上级法院去办事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做裁判书的草稿的时候，袒护自己同法院的或者同学或者同期的下级法院法官。然后呢，他回到下级法院的时候，因为跟上级法院的法官做过他的研究助理嘛，那上级法院的法官会不会偏袒回去办事回去真正自己写判决书的下级法院的法官，我觉得有非常大的疑虑哦。所以说调部办事调院办事，这时候最好的法官哦，当然长官不会找那种大智若愚、大拙若巧的去调部办事、调院办事。可是调上级法院办事帮忙写这种判决书、整理草稿事实上我觉得有侵害审级制度的疑虑。那么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说易经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譬如说风吹过大安溪，风吹过浊水溪，君子以意欲还死，就是法官大人审议这种监狱事情的时候，要慢慢的判严清标委员政治的死刑。那么像这种取证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我觉得都要照先进法国近日国家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还有行政诉讼的实务，我也觉得说不要说有新的行政法院以后反而驳回的比例超过没有新的行政法院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谢谢。我们谢谢黄顾问哈。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顾立雄律师哈，他也是全国律师联合会的前理事长哈。主席，各位在座的先进，最高法院最近这个上诉驳回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偏高，那我因为站在第一线办理刑事诉讼案件，感受到的是一片哀鸿遍野。因为在现行过去一二审制度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之下，最高法院就尽致的将上诉发回了这比例一再的砍。那么很多人都过来喊冤了哈。那我看看那些判决。当然依照过去的标准，很多是应该要撤销发回的。那么但事实上从事实的认定来看呢，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但最高法院可能基于大家一再的呼吁那么也就一再的用这个驳回上诉呢来减少累积的案量。甚至呢有案子呢就干脆自为判决。可是他自为判决的本身的就反映的是高等法院一直不听他的话发回了八次那么一直不听话自为判决。可是他没有审理事实或者变更这一个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一个能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当然也非常的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为什么最高法院过去对他做有利的发回，那么高院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见解，然后对他做有利的判决，那最高法院就干脆自为判决维持掉了，连发回都不想。那因为或者驳回或者自为判决自为判决我最近也接到了一两件以前相当罕见。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让我感觉到是一种拒谏哈，拒谏，他直接拒谏。那所以当大家在讨论说我们最高法院要不要实施这个大法庭的架构，判例制度要检讨的同时呢，要问的就是说最高法院到底下一步或者整个我们的司法改革的一个走向，到底是不是很快的能够随着这个过渡的时间，过渡的一个期间哈，能够进一步的走向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诉讼的一个架构，这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个第一审，第一审到底要不要将这个卷证不并送的其中一本纳入？那么连带的卷证不并送所谓的一个当事人进行主义，在侦查中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等等，要一并的快速加以检讨。那如果不是的话，在一二审架构仍然如此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一再去砍这个上诉的案件，但事实上一审的这一个审判的品质没有提升的情况之下，人民对于司法终究是不信赖嘛。那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一个人民不信赖的司法就是一个烂的司法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嘛。所以当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一个所谓最高法院有关撤销化为的比例过高的同时，大家要去看看我们的审判的品质是不是能够撑得起人民对司法的信赖，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像我吴宁啊，好，我吴宁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阵痛，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认真的就刑诉法整个架构，这个当然也有说当你将这个上诉驳回比例提高到一个程度，那么最高法院越趋近于做一个统一法令解释的一个功能的时候，那么你的再审制度是不是也能够被要改变？现行的再审制度大家都说是非常荒谬的嘛，非常荒谬。他那个发现确实新证据，那个几乎是，就是我也不想再讲了哈，反正就没有可能嘛，因为他要么就不存在在卷内嘛，要么在卷内就不是新证据嘛，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去论述的一种东西嘛，我不晓得怎么去论述那个所谓的新证据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崭新性跟那个确实性要如何去能够建构的出来？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再审制度救济要改变，那非常上诉现在完全掌握在这一个检察总长的手上，那么。人民以后最高法院要不要开放一个空间就律师代理，然后就以法律上有原则上重要性的部分是有开放人民可以委托律师代为提议非常上诉，这个部分也要检讨。那当然整个的前提是在于是说，那你最高法院要实施大法庭制的前提是不是要让那个庭数缩编到一个程度，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十二个庭要怎么开大法庭，现在是说各派一位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刚刚讲各派一位一定是采两阶段制，那如果是采一阶段制，那就是60个人一起开就对了，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大法庭，到哪里去找一个这样的大法庭的一个法院啊？那么这样子的这种设计你一定要搭配嘛，你一定要搭配，那你就是所谓的严格的法律审，同一法令解释，那甚至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还要不要担负着解释某一部分宪法的一个功能，那这个跟大法官的职权我想也要一并检讨。那这个其实讲起来真的是还蛮难的，真的是还蛮难。但是我觉得啦，我很真的很期待，就是说透过对最高法院的一个检讨，那么大人民在这一个想领略到这个阵痛期的这个同时，我们整个刑诉讼制度的架构或者乃至于最高法院整个法官的任用的制度等等，都能够随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然后迈入到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一个诉讼架构。当然我在采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前提之下，我同意是一个 timing 来采坚实的是一个事实审，然后二审采事后审，最后三审采严格法律审。当然同时间因为这样子所有的判例的问题就因此水到渠成的解决了，因为这个时候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就只会不到十几位了啦，那这个的时候
似乎一切问题就解决。但是如果不是，而只是拒谏的，就将最高法院的现行的这个六十个法官用所谓大家设计的这个模式来运作，我觉得本身还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种操作啊。这个问题悠然在那里，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解决。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郭立雄律师。好，的确改革是困难的，好，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往前走？好，那我们下一位，我们就再来听听钱建荣法官，桃园地方法院好基层法官。在他发言之前，我们再补充介绍刚与会的林丰正林执行长，好，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执行长。哎，好，那个钱法官请。好，谢谢主席。那个我有一个发言稿哈，因为只有八分钟的时间，可能我只能讲重点。好，我很讨厌开那个没有意义的会，所以我这一前面就以那个卡缪学习佛斯神话里面讲的话哈。我们每次在讨论改革哈，每次一直在轮回，什么都最后开了一大堆的会，然后最后还是没结论，什么都没定出来。我最讨厌这样，这就好像推石头上山的刑法哦，永远都没有终止，让人痛苦。那我针对那个大会给我提纲哈，我们来提那个所谓的发回率了哈。这个我从那个杨寿院长哈，他的那段卸任时候讲的话哈，你可以看到他认为他任职四年来，从那个发回率啊，从51%降到15%，他把它当作一个他重要的政绩。那这个数据看得出什么？看得出杨院长也在乎发回太多，显然你看有一半的案子都发回，他觉得很离谱。那于是他把它降低，他怎么降低？好，我在第二页有提到，好，这最高法院法官自己爆的料。好，他要求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你把案子上诉驳回的话，抵分两件；啊，如果你撤销发回的话，那只有抵一件。那请问大家在座那么多法官，你会做什么？你当然上诉驳回，你就可以少办一件案子嘛。所以行政管考啊，一直都在支配法官的思维啊。我相信就是这四年来就是用这种方法哈，最高法院当然非常乐于上诉驳回。那上诉驳回呢，你如果进到实体的审理的时候，你就不得不面对。那就像林老师讲，他们就干脆通通停留在所谓的那个程序不合法驳回。啊，实际上一大堆都是实体上应该是有没有理由的问题，就通通都躲在前面的程序，就很像大法官不敢让案子进到大会来审理，就干脆都用不受理程序，再不受理就驳回，然后两句就可以结束。哦，那这样的心态非常糟糕了哈。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管考规定只有处理上诉驳回跟撤销发回啊？还有一个东西呢，自卫判决呢？可见自卫判决从来就不是最高法院在乎的，所以他从来就不在管考的里面，没有说自卫判决抵三件，还是自卫判决不抵几件，没有，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他的文化。好，我在第二页就提到，那很非常罕见的，大概就只有这个林小这稿子也有写到99年台上7078，就陈水扁总统的案子，好，就突然自卫判决，从来没有发回跟人过就自卫判决。你自卫判决陈水扁就算，你把那个李诫牧人家的缓刑就这样拿掉，然后还把人家说那个减刑不合法把它提高，我一直觉得李诫牧最衰了，哎，李诫牧明明好好的缓刑，他不上诉了，结果最高法院就突然把。我从理由也看不出来那个检察官有针对李诫牧的部分做什么质疑，结果就把人家缓刑拿掉，然后改判成2年半就去关了呢。可以这样吗？你不要延迟辩论吗？你可以这样给人家突袭吗？哦，你突然的自卫判决却是荒腔走板。哦，这个自卫判决到底是后面是什么心态，大家自己想看看。所以我说，要发回就发回，要驳回就驳回，突然想要自卫判决也可以。这根本就是随心所欲调控的一个标准嘛，根本没有标准的标准啊，好，通通在最高法院法官的心中，那更不要讲说根本没有撤销发回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哈，就是我在发言稿第三页所提到的哈，那个流浪法030年案子最有名嘛，哈，这更审12次，哦，那个以前的划定国安还更审18次，哦，那跟最后苏建和案，你跟审好几次，最后再来说是用速审法，说因为不能上诉才把它解决，结果却反而反过来调侃人家，说是他们受惠于速审法。我倒很想讲的是哈，最高法院自己才受惠于速审法，不然的话你又不知道要撤销发回多少次。好，那民主国家其实都没有在撤销那么多的。刚刚那个林小老师已经提到这个地方，我就不提了。那为什么最高法院不喜欢自卫判决？我在第四页的地方有提到，我这观察至少有三个理由了。第一个，其实刚刚陈乐言检察官也讲到，重大的法律问题都不敢做决定啊。
其实每次像我常常举这个1558条之四，已经定了10年的一个法律，到底怎么操作权衡法则？说实在，我在93年我自己在我的判决就已经写过，他应该怎么样的标准？可我们最高法院到现在还是只会抄立法理由，7项权衡，废话，我也会抄。抄完以后，然后就发回叫二审说，你去说明一下怎么权衡。哎，这是你最高法院说的，不是人家二审说，不要叫四审说，法律审的东西要去说。所以我真的是，我这边还举了林梦煌法官的秃鹰案，那个许忠义大法官盛赞这是一个林梦煌标准的一个记者有没有拒绝证言权的标准，结果最高法院不敢面对，还跟他说什么那个你罚人家连续罚几次，那个中间有没有隔10分钟，还隔几分钟，又在挑事实了，然后就把他撤销发回，完全不敢面对重要的法律问题去做表示意见的见解。那当然就一直撤销发回嘛，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像检方现在流行那个所谓的那个搜索那个地方那个问题，刚刚承认检察官也提到，最高法院都不敢面对。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高法院常常认为这个案子其实不是要判有罪，他可能觉得这样证据不够，或者他也觉得一审的就算是有罪，量刑也太重。我在4、5页也提到，可最高法院就从来就认为这个不该自卫判决，好、哦，就认为他不能自卫判决，所以于是就一直撤销发回，就搞了半天，最后这个案子不知道最后换了哪一庭，以后最后变有罪。那当初撤销发回的那一庭，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认为是无罪。哇，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那所以你如果认为是无罪，证据不能够构成的话，我就一直提到，其实395条就不是不能够处理，你就自卫判决。没有二审的，没有一个犯罪事实，你当然可以自卫判决，自为无罪判决。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这样 的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切的观念都在人选跟心态，8分钟，心态的问题啦，还有人选的问题。所以我看到最高司法院最近定的那个迁调改任办法，我真的很吐血，因为我休假休了5个月，我不知道最高法院最后还是把那些调任最高法院标准还是这样套过来，就是我在第5页写的。好、哦，就又来了，又是品德、学识、工作、才能，现在还加一个司法行政。好、哦，司法行政很好，就是给厅助长铺路的。好、哦，那然后这样的人可以到最高法院啊？标准呢？我在人审会2年前，我在第6页的时候就第六页这边就提到，好、哦，这样的法界里面的所谓的得罪长官的那个，就永远上不了最高法院的这种心态跟心结，没有办法解决嘛。你最高法院的法官去票选哪些人可以到最高法院，那你现在就得跟那些最高法院法官好关系好嘛。所以我很早就已经提过，在第6页第7页我就提出了，你想去最高法院给我写出好判决来。我第一点就写到，你给我写出你5年内有写出什么样精彩的法律上重要见解或社会贡献的案子，不然的话你给我写文章，你给我写出一个精彩的学术文章，怎么样结合实务跟学术可以去促进实务的发展。好、哦，那个线上搜索到底可不可以是叫线上搜索还是监听，你把它写出一个文章来，或者你写出精彩的判决来，你才有资格去最高法院嘛。结果我们司法院竟然什么都没定，还是这样照的那样的标准，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关于判例的部分，我在第8页跟第9页，现在是8分钟了，第8页跟第9页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完全跟民众法感没有办法结合的判决、哦、那个偷80块判7个月，这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判例、哦、不甩掉事实，就硬要说只要工具就是凶器，于是你就一再的看到这些离谱的案子发生、哦、在第8、9个地方。那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谈那个决议、哦、因为这个是我在第12页的地方、哦、我现在有一个申请大法官解释案，这个我想检方一定也很感触，因为检察总长显然非常上诉的案子里面也看得出来，检察总长很反感最高法院这样子解释这个法律。我现在在真的很想跟在座的立法人讲，你们都可能都不知道，你们的法律被最高法院用决议这样给他侵害掉。在第时间到了，还能吗？抱歉，在第12页的地方哦，最高法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使用毒品的人的再犯5年后再犯的话，就应该再去观察乐界。好、哦，然后那个。中间你有5年都没有用，立法者就定了5年后我就在观察乐界，不要把你判刑。结果我们的最高法院既然非常国学非常好，他说那个再犯叫第2次犯，所以当你第3次犯的时候，譬如说你已经犯2次，你第3次可能隔了30年，好，可能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用一下，结果你中间有30年没有用毒品，结果最高法院说对不起，30年前有2次犯了，所以再犯叫第2次犯，所以现在第3次犯就不叫再犯。所以你对不起，你虽然隔了30年，还是得判刑。你不要先去观察乐界，这是我们的决议。95年第7次跟97年第5次的决议，他这样做决议，大家想看为什么有2次决议？95年第7次做的时候，我们下级省的法院开高等法院法律座谈会，大家都认为那个决议不对，然后我们就反对那个决议哦。我们认为说应该还是要可以观察乐界，然后请最高法院再
重新检讨，就最高法院在97年第五次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决议。好，我在第14页就提到为什么一模一样。最高法院的心态就是我都已经讲好，你还跟我在反对，一模一样给你，就完全不要理你，就这样直接这样决议。所以我在第14页的地方提到说，立法者根本就已经定好，就是5年来做观察乐界的问题。结果最高法院自己说，第3次到底是要多久才要观察乐界？好，那个是立法者要处理的。我常常想，立法院如果看到自己的法律被从87年定好的法律被最高法院用决议的方法说没有，人家没有处理第3次，人家立法院从87年法律就已经这样处理了，就最高法院硬要说没有。好，然后就自己就开始现在一大堆的那个吸毒的被告就是这样一直被关，我们监狱里面关一半以上都是吸毒的。好，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去想看看，最高法院从来不要去该辩论，从来不把决议法庭化，让民众来辩论，然后你就通通用所谓的自己关起门来开决议，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处理掉，那导致人民根本没有办法表示意见，于是这样的一个违法的决议就根本没有人监督。决议可以这样处理吗？大法庭可能才是一个真正应该需要配合的制度。谢谢。好，我们谢谢前法官。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杨云化副教授，他也是司法人权促进会的理事长。主席啊，各位现场的来宾大家好哈。我想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诉讼的改革啊，已经谈了非常多年了。什么议题、什么制度、各国的立法力啊，大概在台湾全部都谈过了啊。有时候我们回想到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今天啊，我们真正从外国，不管是哪一国，先进民主法治国家的专家来，在台湾观察我们刑事诉讼1-2年。什么资料也给他，什么庭也让他去看。我们在想1-2年后，他如果我们问他一件事情，台湾刑事诉讼最让你感到讶异惊讶的是什么？我在猜答案大概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终审法院，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民参与的可能。当然后者不在今天讨论，我们不讲他了哈。为什么我敢说他一定会说你们终审法院他实在看不懂呢？简单来讲哈，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啊，太多的运作方式，你跟世界先进法治国家的终审法院比，那简直是你不晓得要如何去解释它。那我们都知道很多问题在哪边，现在也很多人提到那要修法啊。我认为我们的最高法院、终审法院啊，很多的问题不是修法的问题啊，不需要等到修法，他现在就可以做啊。所以呢，如果一直提到修法，我会很担心一点的就是，那法律还没修嘛，那你叫我怎么改啊？法律还没修啊，那我想刑事诉讼啊，那个争议不晓得有多少，等到你法律真正修正通过也不知道哪一年了。所以我认为很多东西是不需要修改的啊。底下我就来讲哪些是不需要修改，你马上就可以做的啊。我相信啊，我们对整个最高法院的一个概括印象啊，当然我比较了解的只是刑庭啊。简单来讲，不管你问二审的法官、问辩护律师，今天这个案子判出来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会怎么样？我想除了少数那种已经烂到不行的案子哈，这差到不行的，其他很多案子，那个一个有良心的律师大概会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不晓得分到哪里去，你不晓得用什么见解，你不晓得他会挑你什么毛病，啊，这个是我觉得就人民的角度而言，一直会觉得最高法院啊，给人民一种什么，他的判决是无可预见性的，你也完全不能怎么样说，有一个跟我类似的判决，过去是这样判的，我这个也应该现在是这样。告诉你，答案也不一定。所以整个的运作，你当然说维持了司法的独立，可是另外一方面，法治国里面最重要的司法的可预见性、公平性，几乎在我们几十年来的运作都没有被强调啊。那底下我就要说，哪些是你法律根本不用修，你现在就可以做到的。第一个，很多人都讲了延迟辩论啊，延迟辩论，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哈。最高法院啊，这几年啊，把那个什么两公约里面的无罪推定啊，
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啊，举世罕见。哎，可是公开延迟审理不也是那个公约里面要求的吗？哎，怎么好像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啊？公约也有大小眼的区别啊。他现在好不容易说啊，死刑要延迟辩论啊，死刑案件，但是他要附加什么条件？那个违宪问题不辩论啊？那我实在搞不太懂，那你死刑到底还要辩些什么啊？宪法不是专属大法官会议的事情，尤其是什么？我们最高法院法官，你在审理的时候对适用的法律认为有违宪的疑义，难道你不能申请释宪吗？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明明就规定啊，所以你在那边辩论死刑的合宪性的问题，其实也促成最高法院你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嘛。可是你看哦，我们多少年来由最高法院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有几件？应该是零吧。我印象里应该是零吧。那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就一些可能死刑有违宪疑义的条文案件你去申请呢？第二个，那请问那非死刑的案件呢？不，照这个反面说法就是不用辩论了嘛。非死刑的案件有多少重大争议的？贪污治罪条例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性侵害犯罪的，这个财经犯罪的有多少？难道照这个标准就是那就不用辩论了吗？第二个，现在很多人谈到的发回比例的问题，我觉得最高法院，真的我不希望再听到，有一点不晓得叫做沾沾自喜还是怎么说，哎，我们现在发回的比例已经降到很低了，过去有太多滥情发回的问题，固然不对，可是你现在，用一个，刚刚有，先进也讲到用一个不管你叫什么管考控管，用什么的方法把它降到你要理想的一个数字，你认为理想的数字，我想请问全世界先进法治国家有哪一个最高法院告诉你说我发回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数字从何而来，而且不要陶醉在这个已经降低的这个数字下面，我真的坦白讲大家都可以整理出来，有部分的案件你到今天还是滥情发回啊，对不对？已经更四更五更六了，永远就是不想结啊，那这些你要怎么处理呢？就是等到那个诉讼系数八年然后减刑然后全部解决吗？就是等这个吗？对不对？另外有一些案件因为你今天要压低那个数字，我坦白讲明明有错，结果呢照常把你上诉驳回。我最近一个朋友啊哭哭啼啼的拿一个案子给我看，什么该减刑的没减，然后呢说他什么炒作股票啊，原审认定的事实是高价买入低价卖出。那我说你在干什么？做慈善事业啊？这样判出来上诉到最高，最高维持原判。那你说那个减刑的视若无睹，什么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那个，最高来一句不影响全案情节与判决本质。难道这就是为了怎么样尽量避免发回你用的这个吗？其实在这个数字后面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判决错误的非常上诉的有多少，非常上诉的理由是哪一些，对照看一下我想就很清楚了嘛，自判过少，我想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这跟最高法院判决很喜欢那个疑问句很多有关啦，什么都是，问号一下，原审又怎样的对此，究竟是违背职务还是那疑问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去看看德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我的初估大概两件里面就有一件自判，就有一件自判。为什么？哪边有错哪边没有注意的，他甚至自判到什么程度，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还告诉你这个到底行为数有几个，你这个是不是想象竞合你这个不法所得金额到底是多少？哎，二审你算错了，我帮你重算一遍，应该是这样，就判出来了。自判的比例过低，我想原因有很多，其中可能有一个不想负责任，法律见解不一，我想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太多了，又有判例，又有决议，又有非常上诉，但是今天请问我们的法令统一了吗？对不对？我常跟各位讲不用去探究太多，去补习班买一本书你就看到了一大堆的问题，假说语说，后面都是最高法院
莘莘学子如此可怜啊，啊，他们还要去背那个甲乙丙丁不同说，然后全部都是最高法院啊。所以呢，这些制度早就有问题。我刚刚讲到现在，唯一要修法的大概就是什么？你这个怎么解决？所以呢，现在有学者提倡大法庭，我非常赞成。那不管是一阶两阶啦，啊，我个人认为啊，两阶是比较可采。那至于说有人也许会讲啊，你踩了两阶，这样将来案子到大法庭还又怎么样就这样？其实我告诉你，如果踩了以后，你即使在小法庭审案件的时候，你就很多法律问题愿意延迟审理的话，没有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一大堆要到大法庭啊。可能你在小法庭审理的时候啊，简便就什么法律争议问题，在那边给他争执的机会，我相信理性一点的人很多就在那边解决掉了啦。哦，所以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哦那种情况啊。最后一个我要谈的也是不需要修法的东西，但是可以促进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可检验度，什么判决格式啦，判决格式啦。哦，坦白讲，今天最高法院很多的判决你拿出来看哦，你都不太知道哎，那个争点到底是什么？那有一些争点怎么到了这边哎又没有交代？哎，我还常常跟学生讲啊，哎，看的时候注意一下，从微查开始哦，那个才是哦。很多学生还以为我前面写得很对，其实那都是上诉理由而已哦。请把判决格式啊，到底检察官对此有什么意见？辩护律师对此有什么意见？他们的争点在哪里？最后你们针对最高法院针对这些争点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或解释？请把它罗列清楚，如此而已。坦白讲，如果是最高法院的那个判决啊，拿来啊，我这不客气的讲，是硕士啊课堂上的报告的话，大概第一关就打回票了。为什么？你连你要讨论多少问题，这些问题有多少资料，有多少意见，最后你采什么见解你都不清楚，你不要跟我讲你论文有多精彩，光你的格式就应该打回票了。以上我是希望大家不要修法不修法，那个我没有意见，很多的改革希望是什么，你现在即使没有修法你也做得到的事情。我希望整个最高法院的改革能从这个最基础也最可行的方向去进行。好，那啊，发言超过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杨教授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林令仪主任检察官。那在林检察官发言之前，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与会的贵宾，高永成律师啊，他是原真联合法律事务所律师，那同时也是推动两公约联盟的召集人哈。好，那现在林检察官请。主席，各位法界先进，大家好。在这边呢，很荣幸可以有这个机会在立法院的公听会就相关的最高法院改革议题提出一些建言。首先呢，我也感谢说立法院这次的公听会呢，能整理出三大要点供我们来讨论。我也觉得这三大要点正是我们最高法院，也就是引领整个司法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的一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三点。所以我今天要就这三点呢表示一些意见。其实刚才很多先进都提出了一些看法，大家大同小异，对于最高法院的改革问题其实提出来的意见都类似，我只是补充一些观点的看法哦。首先第一个，关于最高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情形，没有错哦，大家在意的。所以虽然最近呢，司法院不断强调最高法院已经大幅减少撤销发回的比例，也就是说上诉驳回绝大部分都是上诉驳回，刚才已经很多先进都提出这里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在意的不是撤销，其实各位我们在意的是在某些案件呢还是在反复更审，反复更审。尤其哦，以前这个问题还不明显，现在是绝大部分的案件都上诉驳回，可是就有某类型的案件呢是不断的在最高跟高院之间呢反复轮回反复更审。我现在提几个统计数字让大家看，我相信可能再来很多先进都会提一些例子来大家参考。这是司法院在101年10月9号提出来的一个统计数字，适用刑事妥诉审判法第7条减刑，
刑事投诉审判法第七条就是审理超过八年以上的案件哈。那依照那个条文减刑的案件呢，到一百，也就是投诉审判法通过之后，到101年，就是今年的10月9号，总共有132件，哦，有132件。其中呢，我们用罪名来看，这132件里头，排名第一名的什么是案件呢？我想其实大家心里有底数了，排名第一名的就是贪污治罪条例的案件。贪污治罪条例的案件第一名60件，132件里头，它60件几乎到达一半的案件是贪污治罪条例。那大家问第二名，第二名是什么案件？是证券交易法案件。各位说第二名是几件呢？几件？大家猜，排名第二名几件？各位数字，7件，7件，就只有7件。那各位想看，利用到刑事投诉审判法第七条。审理超过八年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贪污治罪条例的案件。我再举一个数字让大家参考，大家都说我们101年撤销发回很少了，对不对？可是哪些案件会被撤销发回？我自己去检索，我用人工检索，我们不要管撤销一次的、撤销两次的，我们就举那个，我们来极端一点的，好了，更三审，高院更三审在101年继续被撤销发回的，贪污案件。贪污案件就15件了，里头还有什么更四啦，更五、更七的、更八的，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非常遗憾，简介的哈，邱正北案件，他第八度发回，在101年哈，第8度发回，这是多讽刺！他发回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没有依照投诉审判法减刑，这是非常讽刺的，非常讽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么多的案件里头都被上诉驳回，可是就有特定案件不断的在反复轮回，在最高跟高院之间反复轮回，超过十都是贪污案件，当然呢性侵害案件也不少，那我们很担心啊，最高法院不断在强调大幅减少撤销发回的比率，那其实大部分的案件就这样确定了啊，但是有些案件无法确定。我们想检讨到底这个还是不是检方的问题啦，大家说到贪污案件，就怪检方浪行起诉，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在比较长期的研究，为什么在贪污案件这么特别，无法确定，反复更审。刚才林老师您提到哪一件案件？高雄，我干脆说出来好了，陈正达的这个包庇枪械案件啊，这个不用提了，那个算是年轻的案件，新鲜的案件，他的那个起诉案号是94年度的案件，那是9字头的，还早。你看，我刚刚看到我说的那个十五件案件，在101年，今年撤销发回的，全部都是8字头，都是8字头。那个我们那个还有资格拿来谈一谈，我们那个陈正南案件还算年轻了，可能这更一审而已嘛，更一发回更二，可能还要有一阵子了，我们重点今天的重点在于，我们是期望呢最高呢尽量能够自判，上诉驳回是一种维持原判的，消极维持原判，高院表示见解我维持，但是今天已经很多先进学者都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希望最高能有担当一点，你要在终审的这个判决里头呢能够表现一些法律见解与这个思潮格局的这个引领潮流的见解出来，你要有担当一点，不要老是发回，挑剔四次审，今天发回这样，下次发回这样，那其实是要高院你说出来我要的东西，今天发回这个，明天发回那个，如果没有想说到我想要说的呢，可能还是会继续有发回的命运。那其实也有很多法官，我有很多同学在高院，他们其实也蛮苦恼的，最高常常要介入事实的认定，其实大部分发回的理由都还是在关于事实认定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啊，其实最高一旦一直在介入事实认定的问题，其实事实认定是事实审法官的很多事实的调法院，最高法院是不调查事实不调查证据的，可是老是介入事实认定，那是干预是干预到事实审法院的这些职权。 OK， 很多人说其实自为判决也可以调查，那我们希望最高法院你自己调查，那你就可以自己判决，你不要老是用发回的方式，要高院做一个重新做事实的认定，那这变相的变成就是说，其实刚才也有先进提出来，在先进法治国家，
最高终审法院会发回的次数原则上是不会超过两次的哈。像我就我所知，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像法国它就是明文规定大概最多是两次。那我们不断的在用撤销发回，其实是变成一种变相的工具，创造事实审哦，重复审理事实审，其实这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来讲它是危险的哈，不断的在重新认定事实啊。那再来呢第二个问题啊，因为时间有限，第二个问题关于大法庭制度的这个引进，大法庭制度的引进其实也是一样，不管采哪一种建制啊，这个大家有假说乙说一阶段说二阶段说，不论是引进德国立法例还是日本立法例，但是我想在这边强调，它有一个共同的对我们最高法院的期许是说，要统一法律见解，应该是透过审判的方式来达成，而不是以目前像司法行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判例制度、决议制度来做成对审判系统的一个拘束见解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择透过司法行政系统来选择所谓的具有拘束力的判例，或者透过决议制度来做一个法律见解的具有拘束力的法律见解的这种方式，都其实侵害了法官的独立审判。其实当然间接的侵犯立法权，但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它是侵害了法官的独立审判。那各位，法官的独立审判不是法官的权利啊，它影响的是公平人民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独立法官公开审理这些制度，结果我们是透过司法行政的方式来统一审判系统的法律见解。所以我觉得我再次也是呼吁，也期待立法院在推动大法庭制度的同时，一定要让司法院表态。第一个，决议制度跟判例制度应该要同时废除。其实我有个担心呢，大家都要大法庭，对不对？那以后大法庭制度成立了，现在司法院说我判例的制度继续存在，我的决议制度继续存在，那大法庭大家做一个好看嘛，大家都要，那我就立法成立一个大法庭。可大法庭开很辛苦啊，又要公开辩论，那双方又要表示意见，我还要就简便双方表示的意见，再来说明，太麻烦了。判例制度的好处，决议制度的好处，我就关起门来，我就自己做一个决议，做一个判例出来，反正大家就会遵守。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重要的是，同时在大法庭制度的假说乙说都好，我们在意的是说，判例制度、决议制度一定要走进历史，一定要在同时呢加以废止啊。那再来呢，刚才提到了判大法庭的制度的好处就是，维持由审判系统以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这个法律见解的统一那我们期待终审法院的权威其实谈那么问题，我们期待终审法院的权威不是以之前其实大家常提到它神秘不可捉摸它要怎么判，我们其实无可天威难测这天威难测不是说的高位同学说我这个判决上去最高法院到底是维持他会用什么原因把我撤销法院，我实在是不晓得。这是一种封建的权威方式，我觉得最高法院的权威应该要朝一个理性时代的权威建立，你要以公开透明可以检验而且受信赖的方式，可以预期的方式建立我们终审法院的权威。那最重要的就是请多开延迟辩论那我们对开延迟辩论也有一个期许延迟辩论是真的要辩论，不是摆好看大家摆花瓶今天辩论完了判决照写，我写我的理由最近最高法院有一个任大家非常新，这个最近刚做成的一个算了，就科居财案的伪证罪的辩论案件那辩论案其实我个人很失望我觉得 OK 有辩论，检辩双方也都来做辩论的，可是我们发觉辩论结束，延迟辩论结束之后，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竟然出现了很多在延迟辩论没有出现的理由，而且还是撤销发回，要求原审再调查事实。尤其在这个判决理由，我觉得让检方非常讶异的是，他不，也许争这个辩论当时延迟辩论的争点叫做，检方的延迟讯问影不影响当时讯问的笔录证据能力？结果呢，最高法院的在判决理由他说到了好几个他提到了这个检方呢具体逮捕到案的被告呢。他这个讯问呢，不能做事实以外的不能做具体逮捕事由的以外的讯问，不能做事实调查讯问你不能在事前呢，先跟被告沟通，跟具体逮捕人沟通之后，再做正式的笔录他就交代，这就不正讯问就写了一堆，这可能都跟不正讯问有关，也许他跟迟延讯问也有关。各位，可是这个在辩论延迟辩论都没有提出来，
最高法院的见解我们尊重，但是这些法律见解应该让我们辩论，让我们检方可以在检辩双方可以在延迟辩论的时候提出说明啊，我们可以举外国法例啊，也许最高法院的法官很忙哦，你也许这个要找相关的学术研究报告没有时间，啊，甚至你没有电视，没有时间看电视哦，这个 law and, 这个美国的影集有 law and order 哦，法这个德国的有这个犯罪现场。这个警方怎么在问案？也许您还不清楚。但是我们检辩双方可以辩论给你听啊，提出证据给你听，到底这样的调查算不算合法？哎，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你，也许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判决理由交代更清楚，而不是一个诉外裁判。完全我不知道，原来你要采这个见解，他的就在这个你的判决理由就写出来，有延迟辩论啊，可是我通通不知道你的判决理由是这些，然后还用发回。明明原审已经认定的是，在这件案子也很特别。明明原审都已经认定，这个有正当理由迟延一个小时的讯问，偏偏最高法院还是要发回，就这个事实在调查，还是一样介入了这个事实审。哦，那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期许最高法院延迟辩论，期许最高法院在大法庭成立之后，真正的废止判例制度跟决议制度。我们也期许最高法院不要再让某些案件呢继续流浪在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之间啊，这是我今天简单的报告，谢谢。谢谢这林主任检察官。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陈清秀教授哈。那陈清秀教授讲完之后，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好，然后再继续。那陈清秀休息完回来之后，我们请吴英德助理教授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好，大家早安，大家好。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探讨最高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座谈会。我们知道最高法院呢，这个法官啊，可以说是我们法学界的精英，实务界的精英呢才有办法担任。所以既然是我们法学界的精英才能够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话，那么他的裁判品质啊，我们一般来讲应该可以说是相当的良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加以肯定。虽然各位先进们提出很多的宝贵的指教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如果我们法学界的精英做出来裁判哦，大家认为说发悔更审很多，但是这代表什么意义呢？会不会是代表着下级审的法院啊，裁判太过于草率，以至于呢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办法加以维持？所以因此从人权的保障观点来看，我们当然要讲求效率，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更重要的是品质，更重要的是人权的保障，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忽略。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素养不好，那我们应该检讨到底他的选任制度有没有问题。我们国外的话呢，以德国来讲、日本来讲，最高法院的法官并不是司法院自己关起门来自己选任的，他应该是要由这个法务部或者是内阁来选任。当然我们现在避免政党的政治的一个干预，而且我们可以考虑应该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有产官学的代表哦，包括律师界、学术界、法务部、司法院的代表、最高法院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公正的委员会，选拔优秀的最优秀的法官来担任我们的最高法院法官。那这是我第一个意见。第二个呢，如果事实认定不影响裁判结果，那我们建议啊，这个也许在修法里面啊，把它加进去，不要作为发悔更审的理由。我们刚刚提到过说，到底你是这个开了三枪还是两枪，那还要为了这个去斤斤计较，不影响他就是杀人，那你还在那边挑剔这个小毛病。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在修法把它明定进去啊，这个法官啊不能够作为发悔更审的理由。第二个呢，我们刚才提到过事实的认定可不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刚才各位很多先进提到好像说这个应该尊重事实审的职权，可是大家，我要跟大家报告，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法里面的明文规定啊，最高这个法院的最终的裁判啊，如果有重要事实没有调查，重要证据没有斟酌，这是侵害人权的这个法律上听审请求权，这是违宪裁判，可以上诉到宪法法院，有宪法法院呢重新来把它撤销发回重审。所以事实的认定如果明显的重要事证没有调查没有斟酌，以致影响裁判结果侵害人权，
这个是一个重大违背法令的事项，不是说这个就不能够最高法院就不能够来加以裁判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要加以澄清哦。从人权的保障观点来看，从裁判品质的提升观点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个最高法院可能用心良苦啊，发现可能下级审法院是不是在事实认定、证据调查方面有一些重要的落位斟酌、落位调查的情况。所以刚刚顾大律师有提到啊，这个驳回率太高了，说哀鸿遍野啊，那你就要可想而知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二审的如果没有处理得好的话，我们三审又要他快刀斩乱麻，实际上是牺牲人民权利啊，牺牲人民权利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面向问题。第二个，最高法院的判例这个制度好不好？我想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判例的产生啊，是因为法官造法。那法官为什么要造法呢？哦，这个大家也都很了解，是法官法律有一些很抽象，必须要具体化，法律可能有一些漏洞需要补充，法律可能见解见仁见智，需要统一法律见解。因此他的为了维持人民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为了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定性，有必要有一个统一见解的判例出来。所以判例其实它是统一见解，让人民接受公平审判的一个法律制度。所以这个判例的制度并没有像大家讲的好像洪水猛兽。如果我们今天每个法官各自依法独立审判，每个人一个裁甲说，一个裁乙说，一个裁丙说，那人民就没有办法接受公平审判的一个权利。所以公平审判权利呢，实际上判例呢就是达到这个功能。所以判例呢它也有可贵之处哦，因为它很多的法律规定是很抽象的，那它是必须要具体化的。那么它具体化呢，如果我们认为它不好，我们建立配套措施啊，判例应该每五年定期通盘检讨。我们没有检讨以致有一些判例不合时宜，有些判例可能侵犯人权，我们建立开放给下级审的法院的法官可以申请大法官解释来进行违宪审查。我们这一次大法官呢啊不准法官啊下级审法官来做违宪审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做法。判例如果侵害人权，如果违背法律，应该给我们下级审法院法官啊有给他挑战的机会。但是这个制度不能废止，制度有它的优点，存在了几十年，我们用其他的制度会更好吗？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刚刚这个大律师提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圆筒型的诉讼啊，我们不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诉讼啊。那既然是一个圆筒型诉讼，那么你这个大量的，我们要好几十个最高法院法官来审理这么多的案件，你如果每个案子都要开大法庭来审判的话呢，你就可想而知啊，几十个法官要来讨论一个法律问题啊。我所了解，最近也听到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私底下讲，他说他们要开这个法官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呢，一年啊光一个法律问题的讨论好几个月，讨论不出结论啊，因为大家都各持己见啊，要整合大家的意见。所以呢大法庭的制度呢用意良好，但是呢这个是适合于金字塔型的这个诉讼制度啊，可以采纳。我们今天是采圆筒型诉讼制度，诉讼案件那么大量，你采取这个做法的话呢，一定是效率低落的。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那很多时间去处理的话呢，其他案件恐怕都只能程序驳回啊，没有时间来审判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时间的成本、人力物力的成本。我个人不反对大法庭制度，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实务的现状是不是适合马上引进来，这个恐怕要评估。但我们要做一个改良，这个大法庭的这个制度其实要取代民刑庭法官的这个总会决议。我们总会决议是不是应该事先给人民啊，给学者专家有一个举办公听会来表达意见，先听听外界的声音，然后再做决定。判例也一样，应该先听听外界的声音，再来做成一个这个判例，这样是不是比较周延？所以呢，这个我个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大法庭呢，我看德国的做法呢，不是全体法官参加，是每一个庭选派一个代表啊，组成一个大法庭，只有11个法官啊组成这个叫所谓的大法庭。所以呢，实际上如果全体法官参加的话呢，这个动员的人力物力哦，要来讨论这个法律问题，恐怕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所以我是建议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可以研究。当另外呢，大法庭的制度我倒会建议，死刑案件、重大的有争议案件，也许是不是应该交付给大法庭来审理？因为啊，死刑案件啊，既然人命关天啊。啊，如果说小法庭来审理，大家不敢负责任了、啊，就一再发回更审，由大法庭大家集体看看
有没有必要判到死刑？有必要判死刑，那就一次就把他做个处理。如果没有必要，是不是给他做一个无期徒刑或者等样的一个裁判？所以重大的案件啊，我看韩国的做法是重大案件，他可以送到大法庭来去裁判，一般案件就是小法庭裁判。我觉得这样分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的哦？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法律问题。那这个以上的浅见呢，请多多指教，谢谢。我们谢谢陈教授哈。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那回来之后我们就请这个吴教授哈发言。